第33题，每个水分子的质量为何？我们晓得一摩尔呢有6×10^23次方个，我们晓得一摩尔的质量就会等于它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。水 H2O 的分子量是氢是一，有两个氢，有氧是16，有一个氧，所以加起来分子量18，也就是一摩尔6×10^23次方个。水分子呢有18克，所以一个呢就有18×6×10^23次方克。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每个水分子的质量为何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18×6×10^23次方公克。